咩啊？你最想改變自己嘅咩啊？我最想改變自己就係我嘅 time management。佢可以改變下自己身形啦，係減下肥啦。想我最想改變自己，我諗係個樣啦。我想自己塊面細啲咯。人哋個樣咯，可能係。最想改變自己瘦啲。我最想改變自己咧，就係、是可以勇敢啲啦，講多啲嘢。最想改變嘅係自己自卑嘅性格，同埋中意同人比較嘅性格。就唔中意自己係一個好文靜啦，唔係好主動、冇乜信心嘅一個人。为什么你的肤色比较深，我的脸满布烙印，当他打虎与伙同沉沉睡分，为何旁人嘲笑，为什么你的手掌比较小，我的酒窝不言于笑，当他伸出舌头舔到鼻尖，为何旁人在笑，这是特别还是奇异，别人眼光我怎知，但神明现在做我事，放了他形象的恩赐，细心搜寻我发丝，默默盛载我泪意，用来编写我日子，照料我无微不至，是有主你爱我者，而或满脑傻孩子，唯独你懂得我，只因你创造我也欣赏我，歌声好像乌鸦叫，当他弯身却不能碰到脚尖，不怕旁人在笑，这是特别还是奇异，别人眼光我怎知，但神明现在做我事，放了他形象的恩赐，细心数算我发丝，默默盛载我泪意，用来编写我日子，照耀我无微不至，是有主你爱我者，而或满落傻孩子，唯独你懂得我，只因你创造我也欣赏我，默默盛载我泪意，用爱编写我日子，照料我无微不至，让我歌唱颂赞诗，颂赞主基督美事，谢谢你体恤我，珍惜我，欣赏我也深爱我，唱颂赞诗，用我的真心真意，谢谢你创造我，欣赏我，深爱我，且指引我，且欣赏我。
職神之後，我更加覺得我哋每個人都要欣賞自己獨特嘅地方。嗱，上咗主之後，喺度有一份正主嘅愛喺裏邊，係咯。我覺得其實神嘅創造都好奇妙嘅，有好嘅地方啦，有我眼中覺得唔好嘅地方，但其實可能喺佢眼中覺得好好喎。咁但係上咗主之後，我有改變咯，咁覺得我自己個樣其實好遠啲，都唔需要好獨特，唔需要去同人比較。我知道無論我塊面幾大塊，神都係咁愛我。你問我信咗主之後啲咩唔同嘅睇法啊？我接受咗人哋個樣係咁噶啦。但係又你自己肥定瘦啦？相信神仔想改變我，即係。outgoing 啲，即係講多啲嘢，咁可以容易表達到自己嘅信仰。我認識咗神之後咧，我覺得唔需要再同人比較，因為我喺神眼中係獨特嘅。因為無論自己係乜嘢嘅性格，都係神所創造，都係神會覺得好值得愛惜，係一個好獨特嘅人。